这个基准，就是讲咱今仔日是世界地球日，但是台电为了南部的电白送，咱南部的电家己用无问题，绰绰有余。但是台电是南电白送，南部的电爱送去北部，啊，这个部分环保署今仔日的环评的委员会。要审查讲扩建，要伫咱大，要伫咱的小港大那部遐扩建四座整个燃煤的机组，要用深煤，大家知影迄深煤迄个味，哦，迄会使讲对环保、对高雄的环境卫生是足严重的破坏，所以讲这是安尼。一方面，咱甲咱的里长、市民朋友，大家讲。高雄要做进步的城市，咱要减碳，哦，咱大家人要为环保拢尽心尽力。啊，一方面，咱的中央要伫咱的小港大那部台电要扩大机组到四座，啊，然后。